9月18号要去哪里啊？九月。喂，陈琳。对啊，8月的2号我已经买啦。嗯，对啊，9月18号我们不是要一起去那个？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，又到了周报时间。开玩笑啦，9月18号这一天呢，月亮是处女座。哎呦，太阳、月亮都进处女，显然不是相当的工作狂，就是相当的仔细哦。享受世界快乐啊！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，你们有想念我吗？大家都知道，8月8号是父亲节，8月25号是七夕情人节。那你们知道9月18号是什么日子吗？嗯，先不告诉你。想知道的话，问他。哎哥，9月可以带我出去玩吗？可以啊，我带你去华山一个很漂亮的展览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听说是9月18号开幕吧？嗯，它是。9月18号这一天，我已经有先帮大家查过农民历了。这一天呢，有三个宜做事情，分别是宜外出、宜时髦跟宜庆祝。综合以上三点的话呢，我建议大家前往华山。在这一天呢，如果想要知道有什么活动的话呢？大家好，你9月18号那周要干嘛呢？9月18号 L 在华山即将举办75周年特展，好奇心俱乐部欢迎大家一起来，满足你的好奇心。